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莫里森国家公务员营地，这是其中的一个营地入口，进营地也要另外买票，这是集中排污的地方。这个营地一共有七个营区，这是 C4 在路的右边，这有两部小车，他们是住在帐篷上的，我们住在 C3， 这就是我们的营地。虽然这片的营地不大，能够我们用的，每个营地都有个餐桌，还有个烧烤盆，每个区的中间设有生活区，我们这个 C 区的生活区啊，就在我们的后院，没多远，这就可以看见这个房子了。这就是 C 区的生活区的房子，我现在带大家到里面去看看。嗨 ，Smell good. That's Chinese food. That's why people like Chinese food. 这是个炉子，是烧木头的，当然可以在上面做饭。冬天呢，在这个取暖，这里水都能直接喝，比较安全。看看，老伴今天早上炒什么菜啊？芹菜、木耳、胡萝卜炒鸡蛋，鸡肉炒土豆丝儿。在我的左手边是女的卫生间，在右手边是男的卫生间。在这里没有男左女右的概念。生活区建筑物的侧面是浴室。一共有四个浴室，这是正常人的浴室。再让大家看一件这个为残疾人准备的，这个不管是停车场啊、厕所啊、浴室啊，都有为残疾人准备的。这个浴室呢，比一般人的要大。这里有个座椅，四部条件不错啊。但唯一的一个缺点就信号太弱，没法上传视频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开车。离开这公园不远处有个咖啡厅，据说那里可以上网啊。来到一个咖啡店，买了一杯咖啡，6.15块，结果呢信号好不到哪里去，也没上传完文件。好，我们准备再回到公园里喝咖啡，回来继续转完我们的社区。你看这一家就是一个拖挂，这个是 SUV， 收拾好准备要离开了。路边还有一个饮水的龙头，用水还是很方便。这里有一个帐篷，车已经开出去玩了。这个位置的车跟帐篷都在这里，有可能还在休息。路上碰了一个小蛇，这里还在吃早饭。哎，这个帐篷是放蚊子的帐篷，里面放着座椅板凳的，这车顶上一个升降的床。我在我们营地的社区转了一圈，就和大家分享这里。追梦老胡，关注老胡，谢谢观看，下集再见。